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Wednesday, the 21st of June.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567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 FM104.6 波段播音。播音时间是下午1:35到2:05。星期一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科学讲座。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为大家继续公布《楞严经》修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楞严经》修学法要是台湾政界法师国语主讲，我们看着法师的讲稿，用广东话同大家介绍。今日系介绍到第二讲，请一齐收听啦。喺商朝，系商朝最后嘅一个皇帝，佢系纣王。呢、这个纣王有一日，有一个诸侯供养佢一双象牙做嘅筷子。呢双筷子咧，纣王咧就好中意佢，佢个心咧就成日住喺呢个筷子度。我哋睇下。我哋一个人鍾意一样嘢呢，就心有所住啦。呢双筷子如果保存好好地，佢就欢喜啦。如果呢双筷子有咩损伤呢，佢就会因为咁而痛苦。所以我哋嘅心就随住呢个筷子嚟到起伏。咁有一日呢，纣王係有一个好有智慧嘅大臣，佢叫做箕子。呢个箕子有一日睇到纣王食饭的时候，咦，他感觉到这个纣王看着双筷子的眼神不多对板了，而且他就直接感觉到这样呢是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可以从小事情来到体会出大道理的，所谓会事入理。他就跟纣王说，哎，你这双筷子是在什么地方来的？纣王就说，哎，这个是诸侯供养给我的。箕子就说，哎，大王，这个筷子是不吉祥的，你将它快点掉了它。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有亡国之患的了。纣王就说，啊，这个只不过是一双筷子，有这么严重吗？箕子就说，你今日是爱着这个筷子，是你用象牙筷来吃饭。你吃耐了之后你会怎样呢？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碗呢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碗和这个象牙筷子就不相配了。那你总有一天就要找一个象牙的碗，哦，那来到相配这个筷子。但再过一段时间呢，又觉得呢，哦，吃饭这张桌又不多对，哦，这张桌怎可以这么普通呢？于是你又会去用尽方法去找一个象牙的桌来到配这个碗和筷子。乃至再过一段时间，咦，你觉得，哎呀，这间屋都不对了，因为你觉得一个象牙桌你这间屋呢是不配的，那呢你又会再起过另外一间屋来配这个象牙台了。所以呢，总有一日你就是因为这样的欲望辗转增盛呢而亡国的。果然呢，商朝呢就被箕子这个这么小的事情体会出来，不幸呢真是
亡国啦。你话妄想嘅可怕，唔净止系会带动我哋产生欲望去造业，呢个妄想佢系会辗转增成。如果你满足呢个妄想一次咧，佢下一次咧就要求更多，就好似滚雪球一样，妄想系会不断咁辗转增成。啱啱呢个妄想开始，你唔会觉得佢存在，但系等到你觉得佢嘅势力强大嘅时候，你就冇办法啦，你一定会跟住呢个妄想行。呢、这个就系生死轮回嘅根本啦。我喺读者文集之中睇到一段小公案，对于妄想嘅描述系好贴切噶。佢里头嘅内容咧就讲有一对母女，佢哋系一齐生活嘅。咁、那个女咧长大咗咧就揾到嘢做啦。咁有一日呢、这个女咧就出咗粮，佢觉得一个月辛辛苦苦，而家出粮应该买啲嘢俾自己。打赏自己。于是他经过百货公司，咁就睇到个橱柜度有一个好靓嘅帽。于是呢他就将一部分薪水嘅钱就买咗呢顶帽。咁呢然后戴上去啊，睇完又睇，觉得真係好满意，越睇就越满意，咁就返屋企啦。咁返到屋企呢，咁佢呢就希望佢妈妈就会睇见佢顶靓帽就赞叹佢吓呢顶帽咁靓啦，于是咧佢就去到佢妈妈面前咧行嚟行去，佢妈妈就喺厨房忙住煮餸，就冇注意佢顶帽。佢见佢妈妈都唔睇到嘅，于是咧就谂住将顶帽咧就挤咗喺个雪柜顶，希望佢妈妈开雪柜嘅时睇到啦。点知佢妈妈雪柜就系去开啦，但开嘅时候只系注意攞佢嘅菜出嚟，又冇睇到帽。呢、这个时候咧，呢、这个女仔咧就好嬲，于是喺食饭嘅时候咧，咁就表现出闷闷不乐。咁佢两母女嘅感情本来系非常之好嘅，咁佢妈妈就话：，咦，你今日嘅心情好似唔系咁好噃。这个女仔就说，是啊，我买了一个好漂亮的帽要给你看，你看都不看，所以我心情不好。那这个妈妈就说，啊，你心情不好啊，其实我的心情也不好啊，你知不知啊，你一看不到我今天梳了个靓头，你一样是看不到我。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真正在这生活的。在唯识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和外境接触只有第一念，我们是了解外境是什么回事。当你进入第二念的时候，就是开始妄想活动了。我们开始活在妄想当中。举个例讲，好像刚才讲说食榴莲。其实呢，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好好地去食到榴莲。为什么这么讲？你想想，当你第一口咬落个榴莲嘅时候，可能呢个就感受到榴莲嘅味道。但系当你第二念出嚟咧，咁咧你就开始咧活喺你妄想当中咯。点解咁讲咧？嗱，你一食到榴莲，你就会谂：诶，呢个榴莲啊，真系好好噶、哦，啊，又呢个榴莲点样点样，喺妄想就喺度谂啦。所以话咧。除了第一口你吃到榴莲的味道之外，当你第二口吃下去以后，其实你就没有再吃到榴莲了。一个人当他妄想活动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外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一回事的了。这个就是妄心攀缘妄境，咁然后就产生欲望，跟住就开始造业啦。我哋话，诶，点解会有生死轮回呢？其实呢个生死轮回系自己创造出嚟噶。我哋成日都话系清净本然，
我们内心当中本来就没有烦恼，本来亦都没有罪业，本来亦都没有生死。但是你说，为什么会有生死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仁者心动。就是这样，你自己动念头，我们自己在清净本然当中捏造一个妄想出来，然后带动了烦恼，带动了罪业，带动了生死果报。所以我们要知道妄想的可怕。第一个，它是不知不觉的。第二个呢，这个妄想是会辗转增盛，势力是会不断地扩大的。你一旦开始修行，开始回光返照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妄想的可怕。我们一般人是不会知道怕这个妄想的，因为你从来没有回光返照过。所以在这本《楞严经》当中，我们的思考模式就不是向外去看看啊，边个又怎样怎样，人家边个怎样怎样都跟你没有关系。你是开始要修学《楞严经》以后，你就会开始远离你心中的颠倒妄想。你要慢慢地试住一步一步踏入这个回家的道路，那才有可能达到临终的正念。当然它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要不迷不取不动，看你是由理观落手啊，抑或由事修落手，哪样先都可以。当我们经过理观同埋事修咁嚟到修学呢，我哋点样知道自己修咗咁耐有冇进步呢？我哋可以从大、佛、顶三方面呢嚟到检查自己。咩叫大呢？就係、是、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嘅意思。当你遇到境缘嘅时候，话俾你自己听，呢啲都是虚妄想，你开始回光返照，安住在你本来的清净本性，你会发觉呢，你的心就比较没那么对立了。我们一个人经常喜欢跟人家比较，这个就表示你这个人的妄想很重，也都表示你这个人生死业力很重。你看有些人他修念佛法门，他念佛念一段时间呢，他很快就可以往生了，因为他生死的业力比较淡薄。有些人他的生死业力是很重的，你只要看他的心态就知道。一些对立心越重的人呢，他妄想就越重，无名妄想越重呢，就等于是十二因缘的第一个无名妄想。当你无名缘行，你就造业，然后呢就跟着出来生老病死，你的十二因缘的力量当然就强了。所以呢，修守楞严王三昧呢，首先呢你觉得你对立心呢是减低了。第二个就是佛智，为什么呢？就是了了常知，不可分昧。佛这个字解就是觉，你那种智慧的光明慢慢开展出来了。一个人你总是跟着妄想，你的生命当中大概就是会做你喜欢做的事，你喜欢做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谁都管你不到的。一个开始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人呢，就是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举个例来说，我做功课的时间到了，我现在可能个心情呢真的不想去拜佛，又不想做功课，但是你不要理你的心，你心现在不想去拜佛，这个是你的妄想。你照旧去穿袍搭衣去到佛堂，你就是做你应该做的事去拜佛，
当你有一日你发觉你慢慢由我喜欢做乜嘢改变成我应该做咩嘅时候呢，咁呢就恭喜你啦，你开始远离你呢个恶朋友啦。你跟妄想慢慢保持距离，亦都表示障碍我哋嘅无始嘅生死业力呢、这个十二因缘嘅力量开始呢慢慢淡薄啦。你的心态的改变就是你生死业力的改变。如果你还是生活得很情绪化，成日都是跟着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你一辈子就是生死凡夫。你来生还是生死凡夫，就算你收再大的福报都没用。所以说收守灵阎王三昧，你的智慧理性的力量就会开始加强，就会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妄想他有他打妄想，我就有我自己做我应该做的事。现在讲下谭虚老和尚，他老人家是依空假中三观的方法是修行的。有一天他生病，就生了个疮，医生呢就跟他开刀的时候呢，他就痛到呢大叫。他的弟子就说，师父啊，你修空假中三观，圣灵要提起来啊。老和尚就说，我有啊，我叫还叫啫，我内心里面还是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叫是直觉的，痛是叫的。它是一种感受。在佛法中呢不是对治感受，因为对一个初学者来讲，感受呢是不能够控制。比如讲你用针刺我，这种痛苦的感受是没办法对治，这个是业报。但是这这样的感受呢，当时你产生什么想法呢，这个想法呢我们就可以去对治了。色受想到到受音的时候呢都不能够对治的话呢，这个就是因为过去的业力的关系。但是当你去到想音的时候呢，这个你就要来到做主导啦。所以这个佛字就表示你心中开始依止智慧的判断来到做事，不是依止你的感觉来到做事情，你就不会再跟住你的感觉来走了。第三呢就讲到个顶了。顶的意思呢就是妙用无穷不堕诸数。你的内心当中那种无量无边的大悲妙用开始启动了。你的心中没有任何限制障碍。这个数呢就是限制或者障碍的意思。我们一个人自我意识很重的人，妄想很重的人，他内心是很刚强的。一个人真正安住真如的话，他的内心是调柔的，调柔清净，他是调柔上。禅公师父呢时时说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根本上没有一个固定的执着。这个就是妙用无穷不堕诸数的一句说话。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无始的妄想里面，那我们怎样将它转成真如而趋向于大佛顶呢？这个呢就是这个灵严经里头讲的修学方法。我们的人生观是要这样的。我们今生有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怎样来的呢？我们是从过去而来，佛教讲的因缘观，诸法因缘生。其实这一句话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过去生和今生的互动，这段的因缘过去做了什么事，留下来很多的痕迹，只要你行过的路都会留下痕迹，你做了个业就会留下一些功能。过去和现在
这个部分是不能改变。佛教修行不是修这个部分。你今生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你的色身是生长得健康或者很多病，这个不能够怪你现在的。要怪就怪过去你所做的业。所以说呢，过去和现在这一段姻缘呢，我们只能够认命，因为你做已经做了，那个缘又出来，我们是不能够改变。第二个姻缘呢，是现在和未来，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这个有无量的可能性的。未来你可以生到人天，或者生去极乐世界，亦都可能堕到三恶道。所以今生和未来这一块呢，才是最重要。我们所谓修行呢，所以修的是什么呢？当然目标就是放在未来啦。你过去有什么好修呢？过去你已经做了，就不能够改变的了。如果所谓下等的人呢，就成日生活在过去，成日都想着过去怎样怎样，又想下你今日又怎样怎样，成日这样想来想去，那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被你看透了。我们修行人的相貌呢，就是说我现在虽然不够好，但是我未来一定向好的方向走。如果能够这样想呢，这个修行人就是有潜力的，因为他找到了修行的方法，他亦都掌握了整个修行的目标。这个人至少呢，他在修行就上路了。有些人在世间打转，还是找不到高速公路的。即是换句话说呢，你连怎样修行都还未知道。其实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是要改变你自己的妄想。所以当你了解整个《楞严经》的道理呢，虽然我们不能够马上跟着它来到做得到，但是起码我们的生命已经慢慢在进步当中。我们未来的生命保证呢，今日会比昨日好，听日呢亦都会比今日好。咁你嘅生命就有意义啦，每一日嘅生命都係喺度增上嘅。你妄想呢係慢慢减少，真如嘅光明呢就慢慢开显啦。咁就慢慢趋向于大佛顶，呢、这个就好有意义啦。所以话呢，修行人呢，你要开始忘记过去，我们不理过去是怎样，不理你过去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生命，你的内心当中留下一个什么的痕迹，什么样邪恶的功能，这个呢都概括承受。不要去怨天尤人，你要由现在开始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呢是虚妄的，完全不真实的，所以你是可以改变。而且它不是本来有的，你本来就是清净，过去的妄想是后来才有，它是因缘生的，当然的妄想亦都会因缘而灭啦。所谓破妄显真，妄想是一样很抽象的东西。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给大家体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就很长的，一定是播一半就播不到一半。我想在这里呢留下个故事在下星期再播给大家听，不是播到一半呢就说我哎呀怎么吊起来讲呢。我们其实很多谢正界法师的，这个《楞严经》修学法要真的很好听的。好了，我们先来一个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好，仲有几分钟时间，我哋播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谱嘅歌俾大家听。我哋将佢填咗嘅词嘅叫做《戒杀放生》，咁大家系一齐嚟听一下。呢个咧系我哋佛教青年协会嘅佛曲组咧嚟诶主唱嘅。人听头夜半声，不忍参天地杀含令无情，人何系要图谋自己，有欲欲杀害含令声冲，将他自由保己身力壮，为千里杀命，杀国家我在无因血断杀，不放心系要紧，每年到今生总需有一天，归土若再生，是否会系人？恐怕他身边做了各样行李，会被杀戮追逐。自问其事有什么敢骂盖？回头猛醒一醒，从今应要断杀。世不杀生，世不杀生，一于止恶向善行。若要年生放生，年生放生，此番真理愿能明，慈悲应当放生。天上王长离罪恶，往昔现象皆消情，今朝生我的爱，永远归依佛如来。人生须知修福要断杀，断杀向善离恶多放生，愿我虔诚念佛，世间一切堪令，回西方天上往，长离罪恶，往昔业障皆消情，今得超生当迫害，永远归依佛如来。人生须知修福要断杀，断杀向善离恶多。